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玩天凤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现在改游戏啦。哦，有新人，还有初段。No name，No name 是我认识的那个人吗？哦，声音可以大一点，没有关系。然后我玩天凤，一开始玩的时候呢，我还不是很适应，毕竟从一个游戏换到另外一个游戏嘛，对不对？哎，home 可不可以碰？这当然可以碰。红中，啊，我丢个红中看看。这一张当然不要。home 丢这张吧。好，这一张不要。中，哎，不会吧？满贯8000，我一下子就损失了8000。哎，我怀疑你不是新人呢，你有可能是那个吧，假扮新人的高手来这里混吃啊，不是混吃啊，骗吃骗喝啦。好啦，你没关系嘛，那都一样啦。然后最近有一个那个这个 app 它传出来的消息是，Eat. 好，例子喽，例子的漂亮，那就祝你好运哦。是这样子的，那个这个 app 它就是发了一个消息，就是说天凤有它自己属于的 T 恤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倒是蛮想买一件看看的。然后穿出去，这样子别人就知道我有在玩天凤了。看样子这有点不太顺手哦。最近比较少胡了，为什么比较少胡呢？来的都是高手嘛。高手，高手，高高手。好了，不要开玩笑了。中。哎呦！哎，我这样子损失蛮惨的。哦，你有两张把北，我也有一张把北。然后我这个是啊，南风，所以我要那个留的是这一张牌。对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再把北一次。home 嗯哼，碰得漂亮。哎，杠可不可以？我当然可以杠，come 没有关系啊。可不可以 home 碰？这当然可以碰。我应该是要把那两张牌给留下来的。思莫啊，有自摸，混一色，厉害厉害！结果我一下子就输掉了，不会吧？再来一次，初段九级。
搞不好这也是新手的好运呐、啊！不要就是说，不要就是怪别人说你是老手来骗我说是那个新手这样子。可不可以碰的？当然可以碰。哎，碰得漂亮哦，这样更好。至少我知道，就是知道说东风在那边。好，那这样我知道。中。要胡什么牌的？清一色，这样子也不错。这不能换牌的了。把北，这个当然可以把北。只是他现在这个牌比较平均一点，比较平均，我就不做那个蓝手的牌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弄杀伤力比较小一点的牌。这里闪亮亮啊，这不是那个，这不是我之前玩的游戏，所以已经没有闪亮亮这种说法了。要讲什么？要讲宝牌，不能再讲闪亮亮这种说法了。可不可以碰？这当然可以碰了。要碰吗？你要碰吗？你没有要碰，难得的牌耶，你不碰。这个少了音乐，耳根子就比较清静一点了。果然嚣张没有办法很久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还不错的牌，可以挑战看看，试试看。把北，好，你可以把北，我还不一定可以把北。碰可不可以碰？这个当然要碰了。这绝对要碰的啦、啊！我不碰，我还要留到干到，就是说留到这个是最后干什么呢？讲话都打结了。哎，杠的漂亮哦！三锁。这个不要，是没有我想要尝试的那种牌型啊。荔枝，好，荔枝的好，祝你好运。哎呦！我就说这张牌真的是蛮危险的，你看看是不是？一下损失16000。哎，对不起，花粉症。Home。有人说我打喷嚏那个声音怎样子，很像猫咪在打喷嚏。可是我明明就是兔子哎，怎么会是猫咪呢？砰！
好啦，你要说猫咪打喷嚏也是 OK 啦。嗡。但是我希望你下一次要说兔子打喷嚏。可是好像也没有人看过兔子打喷嚏的样子哦。中，哎呦，龙的漂亮哎，恭喜，跳满18000点。我第二名，好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再试试看。才打10分钟而已，我们当然要打久一点啊。有效期限2023年7月14号，这就是今天呐、啊。一个一级，一个初段，我还在九级，我还没有这么，我还没有这么高档次就对了。宝牌是10000呢，嗯，这当然要碰。碰。好像丢错牌喽，不见得，碰。也许好运。就这么说不定就可以降到我身上。坏运离开，好运来。坏运离开，好运来。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。立即。好，栗子的漂亮。碰。虽然没有我要的牌型，不过还是可以拼一拼。八倍两张，好。也许我可以拼个杠上开花，也说不定哦。但是蛮可惜的是，青发有一张被丢出去芝了。麻。哎呦，白板在你那边，难怪我摸不到。不是每天都可以给你过年的道理了。哪有这么好可以每天给你过年的呢？等等，直播完就那个要早点休息了。那我不能直播太晚，为什么我不能直播太晚？明天还有那个在田里的工作呢，田地里的工作很辛苦的。说真的啊，这个田地的工作，要帮忙一些那个地主去那个收个槟榔啊，收个香蕉之类的啊，很辛苦。说真的。辛苦到什么程度呢？辛苦到你不管是太阳很大、很烈、很猛，还是说下起雨来，你都要继续工作。这该不会是刘局意满吧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回事哦。
好，栗子的好，祝你好运。栗子，你也是，祝你好运。可是，祝人家好运，自己就不用再混下去了。你看看，一下就损失了24000点，自己分数就没那么高了。没关系，做人就是要乐观一点。只是很奇怪哦，我这个今天怎样？今天早上人很不舒服，就那个心脏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很不舒服，然后整个头都快要炸掉的那种感觉，不晓得为什么，可能是身体比较不舒服一点吧。里面就是怎样子，头里面好像是塞了一颗炸弹。好，栗子的漂亮，祝你好运。我也可以栗子，都是听一张牌的。中，哎呦，糊的漂亮，恭喜恭喜，两台。我应该是。胡那个我们对面那一家的牌吧，八北，这当然可以八北。不是常常说有什么新手的好运嘛，对不对 ？Beginner's lucky， 对不对？结果呢？这哪有什么 Beginner's lucky 呢？在这里，你完全就是要凭你自己的实力。这个等一下当然是可以碰的喽。Beginner's luck 啦，不是 beginner's lucky， 那个 lucky 它是形容词 ，luck 才是名词。可以碰，这当然没有问题。Beginner's luck 是这样子讲才对。这样子也不错，我试试看吧。糊了吗？啊，碰碰的漂亮，好，很好。Eat， 好，祝你好运。碰，这个也要碰，你是要劈那个吗？混老头的吗？碰，哦，杠的漂亮哦。你可能是要拼混老头，我不晓得啦，我只是猜测的啦。红中可能是哎，你没有，可不可以啊？这当然可以干啊！弄，碰碰胡哦！哇，结果我又被飞了，怎么玩这个游戏一直都是被飞的呢？好了，没关系了，你们有胡，你们升等，那我就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嘛，好不好？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其实严格讲起来是这样子，你们是应该要好好的对待我这个新人才对啊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游戏大家都公平的，牌桌上还是一样，要算得很清。好，那这样我知道了。反正牌桌上就是这样子啊，要算得比较清楚一点，不是说谁谁谁有特权怎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
碰，这当然是可以碰的。碰，好，碰得漂亮。但是有两张牌丢出去了，这个就不要了。这个我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嗯，可以拼这种牌型哦，我可以试试看。碰，好，碰得漂亮。那也该轮到我碰了吧？碰，你有可能是拼碰碰胡。好，荔枝的漂亮，祝你好运。你要龙了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放吧？没有。中，这样子也可以胡。好了，还是恭喜你了。你是跳满18000哦，都一直那个哎，燃烧自己的，没关系啦，就当你们发泄的垃圾桶，我功德也是蛮大的，我就做功德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拔北一次。红中碰吗？没有碰。Beach， 好，荔枝的漂亮，祝你好运。碰，嗯，丢这一张，再碰一次。果然丢错牌了。吓死了！我以为你要胡这一张牌。好，中。我不管玩什么游戏，这一张牌都是很可怕的。啊，又扣掉了8200。碰，如果要这样子凑牌的话，就只能凑那个牌型，就很怕蓝手的情况又会再发生一次。祝你好运。中，这样也能胡，你也蛮厉害的。碰，这当然可以碰。反正我还要再碰另外一组牌嘛，八倍，来。再碰一次，碰，对的，这样子很好。再拔北一次，这张牌不要。荔枝，祝你好运哦，荔枝的好。
红中还有什么牌呢？再拔一次北，可以再可以杠。龙，那我要胡的牌，结果你就给我龙了。嗯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刚刚说什么检索的，我等一下就那个上谷歌来看一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。一个新手，一个初段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么厉害，一下子就把我给干掉了。我玩这个游戏都一直都是被干掉的，所以有一句话真的要讲得很好，珍惜生命，请远离天凤。啊，是我自己要玩的啊，对不对？干嘛把人家讲的这么难听呢？不要一开始就得罪到别人了，这样不好哦。要玩就甘愿了。玩下去，然后也不要有什么怨言。说真的，你能玩得下去，就继续玩下去，没关系。碰吗？没有要碰。碰。哦，杠得好。那这样子，我闪亮亮就有三张加一张，拔北。好，我可以拔北。有那个牌型是更好。好，你值得漂亮，祝你好运哦。不然我就这样拼看看了。哦，要丢一张闪亮亮，好，没关系。我知道这个是要拼什么牌的，试试看吧。结果没有我要胡的牌，留局。海亚克，海亚克，这张不要，有些牌还真的是很难取舍，就是了。嗯，这个也不要。这个当然不要了，我看可能又要留局满贯一次。这个不要，哎，错过了，拔北。Home。
中。哎呦，糊的漂亮哎，恭喜！我只能说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现在已经是冬二了，好，我们来加油吧。哎，脖子好硬啊。Home。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最近的脖子就是这样子扭一扭转一转，那个声音很大，就啪的一声很大声。这个不要，当然可以干啦，碰，当然可以碰，碰。可是这样子是无牌可胡的情况哦，所以我要想办法，要让这个情况变成有牌可以胡。现在我确定这个是没有办法胡的，那要怎么办呢？这样就解决啦，可是要看有没有那个好运哦，这不要碰。看，最近诈骗的情况蛮严重的，我那个今天一早又收到两个诈骗的简讯。一样还是就是从那个，还是透过 iMessage 传过来的，因为我是用 iPhone 还有 iPad。你们现在看到我这个直播的设备是 iPad， 有时候这个诈骗还真的蛮讨厌的，讨厌到什么程度呢？他那个简讯还会传到我那个 iPad 上面，有时候是 iPhone 跟 iPad 同时会有。那第一则简讯是什么呢？他第一则简讯就是贷款嘛。Home。 啊，弄错了，好，没关系。例子，好，例子的漂亮哦，祝你好运。他第一则简讯是什么？他第一则简讯是那个贷款的简讯。就是说啊，那个我们提供的最高300万的贷款给你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加我们的 LINE 这样子。他基本上很多那种什么贷款的都是那个，要你去加他的 LINE 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很多那个用语，哎，这个，哦，我那个啦。我那个正听啦，我在想说我为什么不能胡他的牌，原来我正听了。然后第二则简讯呢，第二则简讯它是就是说那个他是某某那个保险业务员的，要不然就是说他是那个股票，我想应该是那个股票啦，那个股票的那个业务员，他说啊，我打电话给你啊，你还没有接啊，我有事情要跟你核对啊，麻烦你加我的 LINE 这样子。好，这可以碰。很多啦，我跟你讲，像这种诈骗的简讯，他们都是这样子千篇一律的。好，这可以糊，哎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
四台，7700点的四台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我这样子，好，认定段位几位八级，是 Marbuki Light 确实，您在天凤上发挥了卓越的技术，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希望您今后继续精进确立，我们在此祝贺并授予您段位即位的成绩，2栋2-3年，拐月14日，天凤三马渔业协会，麻将是那个跟那个什么渔业有关的吗？好了，没关系，不管，反正我现在是八级就对了，反正我就继续拼就对了。难得有这么好的成绩，我们就继续打下去。然后我现在是，好，我们开始来打新局。然后我是男。这个应该可以做某个台数比较大一点的牌，看是进什么牌啦，反正这都是运气问题啦。这个不能碰，这个碰了我就没办法胡我要的牌了。看有没有那个运气啦，这个都是看运气的。现在是可以碰这两张牌，还有杠那一张牌，那一种牌啦，应该是讲那一种牌，还有那两种牌，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。这抗！我就杠看看啦，我想要拼看看就是了。Home。 现在只剩下那一张牌可以胡咯。所以这要怎么拼呢？好了，又是留局了，赶快丢丢一丢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。三家都有听牌，好，来继续吧。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然后话说我在那个，在别的那个频道啊，跟一个那个创作者，他跟他玩俄罗斯方块啊，他就看到我那个 ID 上面啊，有一个那个咱的国旗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当然可以碰，不过这样凑牌会比较麻烦。哎，胡了，七对子，哎呦，厉害耶！我也想要那个胡个比较好一点的牌。那我跟他打那个俄罗斯方块的时候呢，我那个 ID 是因为那个上面有那个国旗嘛，然后我就是有注册一个比较正式一点的账号，然后他以为我是那个什么国家代表队的什么选手，但其实我。可以跟大家讲的是，我打俄罗斯方块真的很烂。
我没有那些高手可以那个有更进阶一点的技巧，我就是打得比较中规中矩一点就对了，没有什么代表队啊，代表队那个实力这样子，我真的是没有。我那么厉害的话，我以前那个参加那个俄罗斯方块那个可以拿奖金的，我场场都可以拿那个的，好不好？我场场都可以拿奖金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也只有那一张牌可以胡。斯莫。哎，很好，这个就是我要的牌，混一色，背满。嗯，这就是我要的结果啦。然后呢，我跟他打了那个好几局啊，我就那个输得比较惨一点就对了，因为的话我其实没有那个实力。然后我就在他的公屏就讲说，你看国家代表队都会输掉，所以我不是什么国家代表队啊，我是假的国家代表队，好不好？也许我可以开那个 VPN，把那个国旗改一改，说不定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什么其他的国家代表队啊，美国代表队啊，德国代表队之类的，法国代表队啊，有没有？他那个时候除了我有用国旗以外呢，还有一个澳门的也是，他有一个澳门的那个区旗。然后那个公屏的人以为就是说，哦，那又是什么代表队的啊？澳门代表队这样子。这么厉害的话，我就可以去拿奖金啊，对不对？温波泰斯一直常常拿奖金的。好，没停。三家都没停，然后换我做西风东山局，哇，打这么快，我是想哪一天也来直播俄罗斯方块啦，只不过我这样子两只手要拿着平板，然后我这样打麻将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啊，不是这样，比较打麻将就是打俄罗斯方块，这样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啊，真糟糕，两个游戏搞混了。Home。好，碰得漂亮。Home。这可以碰的。中。好，我的成绩还是稍微差了一点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打一局好了，我们就打这个最后一局。把北，这当然可以，这当然要把了，连拔三张。那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打麻将的国家代表队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可是我是知道说，日本他们有所谓的麻雀联盟，也就是说一些职业的麻雀选手，他们就会有那种国内的比赛，然后打麻将这样子。我是知道有一些那个麻将选手，像是说那个二阶堂姐妹嘛，他们现在那个段位也是蛮高的。
然后我那个师傅还跟我讲说，有一个什么叫折寿人的，就是跟他打麻将，哇，那个寿命真的不晓得会折掉多少年之类的。是，好，我拼看看就是。然后我最近那个心脏有点不太好，我在想说，我是不是可能也那个折寿了蛮久的，折寿蛮多年的啦，然后可能没几天就可能要挂掉这样子。胡了吗？哎呦，恭喜你！一直跟朵拉两台，我只有给你2600嘛。然后我现在分数比较低一点，就是Home。好碰得漂亮。这个不能碰。Home。这个当然可以碰了，就做那个吧，杀伤力比较小一点的牌好了。这个是没有提示的哦，所以的话，这个就是要靠自己来判断的哦。Home。好，碰得漂亮。这个不能碰。我现在就是要胡这两张牌嘛，所以的话，我如果碰了就没意义了。中。哎，胡的很好，感谢啦！我胡的好，我不能这样子自己夸赞自己啊。好，先把北。不会吧？既然没有我要的牌，这样不行啊。Beach。好，我立直了哦。可是我这个是正厅哦。Beach。所以必须要自摸才有用，因为我丢了一张九鼠，这不能胡，八北好，还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这样子不错，这样子不错。好，又有一个认定了，认定段位即位七级，此 Marbuki Lido 却是您在天凤上发挥了昨夜的，啊，对不起，您在天凤上发挥了昨夜的技术，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希望您今后继续精进确力，我们在此祝贺并授予您段位。
即位的成绩，两栋两三年，拐月幺四日，天凤三马渔业协会，还是一样离不开那个渔业协会啊。那难道你们也会播那种渔业气象吗？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那我就就是我们那个今天那个天凤麻将第一次的那个直播，那就感谢大家的收看喽。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再继续直播这样子的麻将游戏。那我们以后都是直播天凤，因为我觉得天凤的话，至少还比较那个有。可以让自己的那个实力比较精进一点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多玩天凤会比较好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子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直播再见喽，拜拜。